啊，通是生的意思，通的意思。啊，天眼通，又名天眼智通，又名生死智通。啊，这些是。 天眼通的别名，天眼是天区之眼，天区就是天道，啊，六道里头的这天道，啊，升天你就得到，这叫报得的，啊，所以它不是修得的，啊，天人，我们人间也有。 是修德的,的，也有报得的,的。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听说过有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里面，天眼占的数量最多。啊，我早年。 在加州，在洛杉矶见到过。啊，那个时候从中国到美国来的几个年轻人，二十几岁，啊，三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有天眼，他们不叫天眼，叫 X 光眼，啊，他能够透视。 人的内脏有这个本事啊！我在洛杉矶前经遇到了啊，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位啊妇女，让他们来看。 他们看了之后，指出他：，对，你曾经得过肺结核，得过这个病，但是现在好了，钙化了，啊，还有疤，指出在哪个位置上？啊，这个同学当时就感到非常惊讶，他自己知道，小时候得过肺病。 但是没有人知道，啊，他的先生都不知道。你看，结婚多年的养小孩这个事情，没有跟他先生说过，被这个 X 眼睛的看出来了，指出来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也曾经向他请教，你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他天生。 从小出生就有，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啊，我们就问他，这个能力是不是永远保持不会失掉？他说不会，会失掉。年岁越大了，这个能力就衰退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想事情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他就没。 但我们明了，他清净心起的作用啊。从小那是叙事，过去生中心地清净啊。这一生虽然来投胎，还是有相当的清近度，所以他这个能力能显现。大概什么时候没有呢？到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没有了。 二十几岁还有，啊，三十几岁就没有了，啊，他有时间性的。如果修定能得神通，啊，修定呢，得天眼天耳是最容易发现的，啊，真正能有一点定功，也就是。 心地清净，就烦恼轻智慧长啊！啊，就有这个能力啊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，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啊。这个我们同学当中有好几个啊，有这个能力又。 天眼通者，慧所曰：“能见六道众生，十此生彼，苦乐等相。”这个能见六道众生，至少是生闻缘觉。 他能见得到啊！这是圣人的天眼，不是六道天人的天眼，六道天人的天眼，四空天的天眼能见到啊，四禅天的天眼。 能见到以下，见不到四空天。四空天在他之上。啊，六道众生，时时生彼。啊，人道死了，升到天道去了。他看得很清楚。 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也看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些人也有能力到极乐世界，好像观光旅游，他不是常住极乐世界。啊，他知道。 知道有这个地方，详细情形他不知道。详细情形要知道，他一定会发心去往生。啊，对他有大利益了。 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，这些观光旅游的众生很多啊。啊六道里面，人道死了，死了到畜生道去了，到恶鬼去道去了，到地狱道去了，他都看得清楚，啊，都能见到苦乐等相。 三途受苦啊，天人享乐。